建会与中华电信、台湾邮政、张彬秀传纪念医院合作青年艺术家作品流通计划，希望结合艺文机构、政府与民间力量，将文建会在2003年到2007年所购藏的384件台湾青年艺术家作品，推广至政府机构及民间企业，以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落实艺术走进大众生活的目标。我们国美馆在这几年来收藏了很多青年艺术家的当代的作品，那我们希望在国内有更多地方，我们的乡亲们能够分享我们国内艺术家的这些作品。那么像邮政公司跟中华电信，其实它是一个人潮非常多的，说不管是他物件的这个作品的实物的展览，或者是透过这种影像的里面的展览，其实都可以带给他们在等待的时候就可以有机会欣赏到我们青年艺术家的作品，能够缩短城乡的落差。艺术作品除了用眼睛欣赏之外，国美馆也将其开发成实用性商品，不但有个性化的手表、运动球帽、运动背包，还有水壶，让爱好艺术品的民众可以把艺术带着走。以上新闻由文建会媒体公关组台北报道。